Distinguished legislators, dear representatives of all stakeholder groups. 大家好，诸位各个利益相关者、代表，我热烈欢迎大家，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欢迎参加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历来的第一次进行一个立法的这么一个讨论会。非常希望大家都有了非常丰富的交流，而且我也是非常期待着，就是看到我们取得的那些什么结果，而且我非常欢迎，就是等会就是欢迎，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就是联邦议会议员 Thomas 要做麦克，而且他也是我们的数字化产业和创业的这个委员。好，诸位同事们，全世界的立法议会员们。 我非常高兴看到你们的到来，而且说呢，就是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原来是请我们的一个我的请啊，就是我的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好的同仁，就是 Jimmy Shu 先生，可是非常遗憾的，他是在就星期一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所以我们现在悼念沈某一分钟。 谢谢。那么也可能就是你们也可以在这，就是也是在我们的悼念书，就是悼念书就可以签个字。我们原来在政府里面，在议会里面有一个工作小组，是这个数字化政府的工作。 而且Jimmy他是经常在这跑世界各地，他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联邦议会的这方面的一个外长之类的，所以呢，就是只有是全世界各地哪儿有哪些什么数字化政府，他会自己去考察，而且他开头的时候就他随时回国就给我们做全面的回报。 所以就是他一直说服我们，互联网治理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个工作，而且就是互联网治理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做了非常充分的解释。他是就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要推广，就是要动员起来我们所有的议会们，我们的群众一边更进一步，就是应该就是要重视，要重视我们的互联网治理，这个是非常 重要，而且就是我们要想起这个立法，标准化工作，它是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是会，永远不会忘记它的贡献。所以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在这再想念一下我们的Jimmy。那么，今天的就是我们这次一个礼拜是我们是第一次在德国召开的这么一个互联网治理论坛，而且 也是第一次是在这，就是由我们的议会们的成员们，各国议会的成员参加。这个我还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意义是重大的，因为 我们在这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利益相关者团体当中，有一个是极为重要的，那是立法者，特别是互联网的立法工作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在这，就是各国的这个民主体系的速度往往不如互联网发展的速度，所以我们在这一直在面临一个 我们就是在这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那么我们就是非常希望就是在，就是我们也就是想加速，但是有的时候在民主体制下是加速 不了的，就是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利益的冲突、矛盾等等。比如说呢，就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何，就是一个人的数据，它是有可以保密权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搞透明的。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很多方面，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也是在议会的这么一个层次上，可以进行这个讨论。我们也是可以回家，就是给我们就是给我们自己的议会们，议会就传达这些事。而且就是在这有几个方面，第一呢，我们在世界，我们没有多少个国家会说啊，我们有自己的互联网。 可是我们作为在德国，我们还是非常的担心，非常的忧虑，就这种真正的全球性的这个资产，好像是被粉碎的，而且就是好像言论自由也不可能在互联网的全部的空间里边保障。所以我们在柏林。 我们已经就是知道，就是原来柏林分裂，就是时间很长，有个柏林墙，我们都提深刻的意识到，墙是不好的。所以呢，就是对这些，就是某一些国家来说，连言论自由是不好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必须想办法和就是设想办法，我们是绝对别允许，就是这种自由的互联网、开放的互联网被封闭。 第二个挑战是什么？我确实想起，也是来自产业，就是工业界和产业界的。开头的时候有了非常多的这些活动，这些积极分子，我们也有了一些，比如说编码的专家，我们有了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新出面的公司，他们就原来带来了不少创新，可是。 后来呢，就是他们自己对于开放的互联网变成就是一种危险，所以呢，就是好像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些公司所定的这些标准也并不是开放的标准，而且是公司之类的是封闭的标准，这个我们还是相信是一个问题，因为应该是就是加入互联网要继续作为一种创新的平台的话，我们是离不开。 标准的和规范的，公开的规范，所以就是我们从各个，就是从各个党派、从各个就是角度、从各方的视角来说，我们应该是要开放性的互联网、开放性的这些程序、开放性的用户界面、开放性的这些标准等，因为我们还是就是非常主张这个我们共同的这个互联网并不是由某一些公司所控制。 而且是一个又用户给用户的一件事。今天我们在这聚会。 那么就是我们在这可以再次呼吁 Jimmy Scholz， 因为 Jimmy Scholz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家，他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些专题价值观，他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们比如说互联网发生犯罪。 或者呢，就是我们如何，就是在这我们如何取得一种平衡，就仇恨和言论自由之间怎么有这么一个平衡，或者没有？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对自己的就是态度、意见、了解做一些交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 我们的经济部部长，我们都是今年在，我就是我们的经济部部长 Altmaier 先生，他也是全面的支持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所以他也是在开幕之日的时候，他也是出面的出席这里来，而且我们能够这次一个礼拜在柏林召开这个国际会议，我也是非常高兴，所以我祝大家，我们今年能够就是今天能够做一个非常成功的最后的一天，而且明年的我们的互联网治理论坛是要召，就是召开在我们的接壤国家波兰，所以我们就已经期待着，而且现在已经在说，就统一的世界，统一的网，统一的远景，所以再次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情的感谢，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议员。那么，假如你是一天，就是你是星期一和星期二那个开幕式的时候到来，你可以可能也是看到，就是我们也是听了 Hans-Jörg Dulz 有关 Jimmy Scholz 的这个。
欢迎 Hans Jörg Dürz先生，他也是我们的德国联邦议会议员，而且他也是德国数字化行动计划的一个副主席，非常欢迎您到这来。 好，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我热情地欢迎大家到这来，而且就是我是首先借这个机会对 Thomas Jazomek 的热情的讲话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呢。 他原来也是我们的联邦议会议员，所以我特别高兴他加入是一个政府机构，就是政府机关的代表。他是也非常重视我们，也是说我们和立法机构的密切的连接起来，而且就是我们在这，我也可以在这就是在。 增加几句话，我们特别是借这个机会对联邦政府、对联邦经济能源部表示感谢，因为你们都是全心全意的支持我们这次在德国召开我们的互联网治理论坛。你们做了周方，就是八方周到的这个组织和安排，精心安排，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且你们随时在整个这个活动的时候，同时你们。 随时就是，特别是联邦经济部的诸位代表，我们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且就是我另外还想表扬我们德国联邦议会的议员们，因为呢是我们联邦是有一些议员们提出这么一个建议，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德国召开这么一个互联网治理论坛，而且就是我们德国的议员们，他们几次已经曾经参加过我们的这个论坛，而且特别 Jimmy Schulz 也是参加过这个，曾经多少次参加过，所以呢就是我们都是想，他们都是就是推动我们应该今年在柏林召开，而且他们对此我也借这个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像 Jimmy Schulz 那样的这些议员们。 他们很早就发现互联网的重要性，生活各方面的数字化日趋进展，可以说，那么互联网已经变成为21世纪的生命线，而且呢，就是在这我们有民间社会、经济界、技术界、政府界、议会界都要参加这些讨论。 我们在去年的这个治理论坛的时候，我们就是互联网治理论坛，我们和我们的联邦议会的这个数字化行动计划的委员会的代表们，我们在巴黎进行了沟通，发现了就是很多的，就是现在已经有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些讨论的热点，我们在德国还不够重视，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个办法，所以我们这次很充分的考虑到这些。 多方面的问题，所以这都是可以感谢你们，因为你们作为就是全世界各地的议会议员们，纷纷都应我们的邀请到德国来，这个是难得的一个机会，这个对我们的互联网治理论坛来说也好是非常宝贵的事，对于我们在这热情讨论各种专题来说。 也是做了重大贡献，而且你们这次就是在德考察德国，可以就是回家，就是有非常丰富的收获，那么这也是好事。我非常希望你们这次在柏林待的这个时间，你们还是可以认为是就是有充分、有收获的几天，而且就是我们还是也非常希望政治家参加互联网治理论坛就。
不算是多余的，而且是应该的，因为我们世界上的联邦议会就是世界上的各国议会的议员们，肯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热爱，那么就是热爱讨论。所以从这种精神来说，我们要是想做一种优秀的传统，而且互联网治理论坛它本身已经是由自己的优秀的传统，而且这些积极分子一直维护和保卫。 一个自由的、开放的，供给大家的、供给全球的互联网。互联网是一个能够连接起来全球人类的一个体制，而且我们参加互联网治理论坛，我们是想加强对互联网的治理，因为呢，就是自由的这些架构目前面临两个挑战。刚刚我的就是，亚聪先生已经说过，第一就是。 可能是说是思想上是有这么一个问题，而且就是在技术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分。那么首先就是这种思想问题，有不少的国家，有一些国家他们认为，那么就是以国家为标准的这么一个不是互联网，而且国联网的说来说，那么就是他们还是觉得比真正的互联网更好，而且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在数字化政治工作当中，很多的考虑现在也是很接近这种原来的地缘政治的考虑，而且也可以说数字化政治好像也是比较成熟的，所以就是它也是接受了一些传统的政治者的和政治学的思维方式。 可是换一句话，也有的一些另外的一个解释，就是也可能对于我们新兴的这些数字化世界的挑战来说，那么可能有的政治家也好像只懂拿出来一些过去的手段进行应对。 那么在这数字化的世界，它有自己的发展，有自己的动态。那么，它的应用软件或者就是它的应用情况，也可能没有按照我们以前所预测、所发展的。因为我们原来在西方一直以为，原来西方一直以为，互联网是一种自由的，就是有一种启蒙的。 是一种启蒙的概念。那么，在非西方国家的代表可能一直会在问：为什么你们以为技术和互联网会推广民主化呢？那么，我们就在西方的角度来说，我们完全就是可以对过去的这种过多的乐观来说。 那么这可能是没有实现，因为呢，就是我们在康德，就是我们符合康德的思想，我们就是要勇气拿出来自己的思维能力。那么这是过去的事，现在有的人以为他只有能够操作一下自己的智能手机，那么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这些终端设备，你有在口袋里，那么它也是含有一定的这些伪造的这种信息。 比如说，你现在就是做用搜索器，那么，就会有这个雅库比，这个他的一个对手的这么一个图片。所以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就以为，那么，就越来越多的人以为就是雅库比这个肖像是康德的肖像，因为很多人以为，就这些互联网的知识是有权威的，所以我们在这可以看到，计算方式可以影响到文化知识，在一个就是作为一个数字化指南，它指定的方向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在这也有不，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社交媒体。原来我们都是以为它是这种数字化经济的新兴的代表者，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觉得，那么我们在这发现的就是几年之内，产生出来的这些垄断性企业，它不仅是控制巨额的这些大数据。
也有很大的这种安全问题，而且就是对于这些互联网上的平台、互联网上的这些应用软件就有一个新的，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法规。我们现在是可以这样说，我们做个历史比方，发明了汽车之后30年，那么就才有了这种交通规则。所以我们现在互联网大约有了30年。 我们一样要在对互联网发明就是恰当的交通规则，所以我们在这，我们在第零点日，就是星期一的这个会议，它是圆满成功的，因为那个时候参加的国际的就是议会议员们很多。 而且我们在很多的小组讨论的，比如说人工智能开放的网络架构，民主化和网络的关系和危险，我们就谈了非常多。而且就是在所有的这些讨论当中，我们发现了，各个就是各国的这个政治家他很快就懂，互相连接起来和达成关系。所以就是至少是议员们的话，他们肯定是可以进行交流。那么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我们回到这里，我们是先对我们的讨论要进行一个结论。那么我们也是有几次的考虑，我们到底有一个。 我们发现了，就是我们还是很严重的延误了我们原来的时间，因为我们讨论一直是，非常热情的继续下去。好，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都要提醒一下，互联网的反对力量，他们也有很大的难度破坏我们的一个全球一体化的，开放的互联网。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只有要加强我们的联系，那么这个是往往是超越就是分裂的价值。我非常高兴看到联合国秘书长 Guterres 先生在正式的开幕式，就星期二的开幕式的时候。 他也公布了联合国有就是很快要成立这么一个数字化专员的位置。那么我们在今年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时候，我们有几位联邦议会们的，就是这些报告员。 他们就会可以在这做介绍，而且我们以后还会我们做热情的讨论，而且我借这个机会现在就大家的参加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且非常期待着明年2020年的时候再在波兰和大家见面。谢谢。 谢谢，多次先生。 你提出一些大挑战，我们呢现在快要听到IGF 工作坊的结果报道，有德国和国际议员的主体代表者和我们现在要欢迎Anna Crispin 博士，她是德国议员的会。 议员和 Alexandra Gese， 他是欧洲议会的会员。大家早上好，很高兴看到你们，很高兴能来到 IGF，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论这些。 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和我们也是在这个未来能扮演如此如何的角色。我就是Alexandra，我是绿党的代表，在议会里面，我们的是参与所有的是那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轮子，是已经参与了4多年，所以我们是从德国的角度来谈这些主题。我们觉得要一个这样的论坛，从一个全球的角度来谈人工智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 AI 会发挥一个全球性的作用和影响。
我现在要开始花3到4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就给 Alexandra Geza 我们欧盟议员的一个机会，说，我觉得很重要是，我们作为议员，就是应该确保，就是人工智能是一种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它的好处的一个技术，但是我们也要用它确保我们的社会的民主原则，这个也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跟我们的价值观连上，也要注重人权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有一些共识的标准，也应该是拟定。这是人工智能的应该有的那些功能和限制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一些作用，所以我们也是可以让人工智能作为我们人类和我们环境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也可以影响该技术的未来的发展。当然，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我们也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那种全球的一致关于这些问题。但是这个 IGF 就是在走这个方向的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步骤之一。我们德国政府也是拟定一个人工智能的方针，基本上每个欧盟和世界的国家都拟定这样的一个战略，但是不可能就是每个国家就是完全依赖它的 AI 和想做AI 世界冠军，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共识。才能达到那个AI 的全球范围内的良好用途。当然是德国是比较重要一个国家，但是在全球的范围内还是算一个比较小的国家。所以我们也不能追求这种全球性的技术领先地位，而且是跟各国的是贡献的这些经验。我们应该意图就是达到那个 AI 的国际标准，比如说应该有一些可靠的AI 系统，就是保持他们的是安全的可用性。我们也是应该有很诚实、很准确的，也是可了解的一个系统。这个是为了钓鱼的问题是应该能说明和解释 AI 系统的，不要做一个黑盒子得到一个可了解的是可充分的掌握的一种技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也是要吸引大部分的人上我们的这个 AI 的这个大船和。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研究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就是主要的目的是吸引各界的人们，就是参与我们这方面的论坛。我们是不是在哪些领域要使用 AI，在哪些领域还是要作为人为本为中心的事，我们这个劳动市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在全球范围，很多人就是担心，自动化和 AI 的广泛的用途会代替，人工的那种劳力，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这个身体，但是我们一定要看重他们的这个，注重他们的这种想法和担忧的，所以我们要包容尽可能多的人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就是解散他们的这种怀疑。我
如果我们能跟踪这个人工智能的争论的这个论坛的是很重要的，这个也围绕一些可能未来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气候变化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全球性的任务。所以，如果我们能来用人工智能来解决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会使我很高兴。谢谢各位。大家好，我叫 Alexander Gaze，我是欧盟议员。说到挑战，我也个人就本人现在要面临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我要给你们大家报道，我们的这个工作方关于人工智能的这个结果，我感到很满意。这是我们 AI 的工作方，是来推动的第一个机构，他们不一定是 AI 技术的专家，但是他们是在这种偏见和偏向的是专家的，因为有很多机会，但是 AI 应该是给大家就提供一些好处，所以也是包括妇女、儿童、残疾人的一些这种社会的一些少数，所以有很多就是注重平等关系的和社会的平等的一些机构，也是一种反对AI 歧视的一些机关，因为这是我们的全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任务，避免的是 AI 在使用于歧视人家。我们也要谈到那个数字鸿沟，就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美国和欧洲和非洲之间，AI 可能是给我们提供一些未来的很多机遇，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是只有7%的，这些 AI 发明了和技术学家就是妇女的。所以，我们也要在沙马尔谢克的宣发，就是有更多非洲人来此了。我们也是还有个一个工作坊，我们就是能怎么推进民主和和平？有不同的全球的机构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和意见，有一些共同的那个 AI 原则，也要 UNESCO 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是 AI 在知识社会的用途，这个也是要去推动更多的提高互联网的连通性。说到这个连通性，特别是在非洲，连通性还得更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当然，互联网也可能会受到那个 AI 的影响，因为可以用 AI 分析和分散和筛选的一些信息。我们在这个方面也需要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这个方针，这个要包括人权和伦理，也要包括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些 SDG。欧盟委员会刚是星期三就是上台十人，他们也是要在现的人七人的100天之内要设立一个AI 的一个委员会，
他们可能会实施 needing AI 的是全球范围使用的一些新的标准。但是这种讨论不应该光是给我们专业的一个平台，而且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各界的参与的是。AI 可能也是对我们的生活也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一定要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就是参与关于这个论坛。好，谢谢大家，给我们总结这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主题，这是我们的是关于安全和开放互联网的国际合作。我现在可以很高兴，介绍德国议员 Ulrich Lechte。以后还有 Leonid Levin，这是俄罗斯议会的议员。好，现在请你们两个上台。好，现在话筒的位置就好。各位议员，各位同事，我很高兴我有机会当时做该那个国际合作就针对一个安全和开放的网络的主持人。我们有很多是有非洲国家、Bangladesh 的亚洲国家的裁员。我很高兴，和感谢的各位，我们也很吃惊，是第一次。我们开展举办这样的一个工作坊，有许多议员参加的，很好。我讲完了Leonid Levin，就是讲以后上台的话，5分钟的时间，总结俄罗斯的角度。我就是这个结果，我们有不同意见，这个应该是很正常的。我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大的好处是，我们一直有争论的主题，因为我们都有保持不同的意见，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在这里这个无线上网的可能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在德国有时候也有发现，就是上网的起点太多了，比如说在巴拉圭，在他们的议会大厦，上网的起点太多的话，这个会打扰这个联网的速度。我们达到一致，我们应该把世界所有的人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连上。当然是我们应该走的哪一条路，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有所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是应该，联网是一种基本的人权，有的人觉得是要把这个解决的方案，留给那些市场来决定。但是我们一直同意，我们就是要支持这方面。我们也觉得是，我们是在那个网络贸易、互联网的贸易，就是电子贸易，所有的参与的国家应该能有一个机会去相关的那个税务。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今年的 IGF 的那个公社，一个世界，我们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是反对政府的审查手段，当然有些国家他们觉得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有权利采取这样的一些审查手段。我要提示大家，我们就是在。人权，联合国的那个人权宣言，应该，
应该有那种表达自由的这个权，论言的自由，还有具体的自由。这些基本的人权就是无极，也是对伤亡的情况有效的。我们大家都同意，也是在人权宣法就是需要保密这个隐私数据保密，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是通过以纪念 Jimmy，我们就是说有一种从中端对中端的解密的加密的这个权利，所以政府部门和涉及的那些大技术公司对他们的那种调查应该是保密个人的数据。现在，当然是我们要说到cyber 犯罪，因为 cyber 犯罪是现在很容易能跨境的，通过互联网达到所有的人的这种生活中，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也要发表一些新的这些概念和倡议。当然，我们也是要保持互联网的开放性，能建立新的商务模式和交流，所以我们也要避免互联网的垄断化。如果一定有些垄断，一定要监管部门要进行相关的那种调节和调整手段。我还要提到一个大家都达到一致的是吗？我们互联网是所有的人类的所有，而不是一些各个国家和或一些大技术企业的所有。所以我们很喜欢这个方面 IGF 的那个努力。好，谢谢大家的关注。啊，尊敬的同事们，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我今天是代表我们，俄罗斯联盟，今天跟着在大家面前进行我的发言，所以说我是用俄语来发言的。那么，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所有的关于信息方面的，关于这个数字变化方面的、数字互联网方面的问题，我也是非常的对此有兴趣。那么，我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很荣幸请到在此跟大家发言。那么，我们再说到这个立法的问题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要通过立法进行规范。所有的这些社会在上网的可能性上面，我们要进行一定规范，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趋势是这样：说到我们的数字主权的话，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它可有自己的一种理解。那么，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在当地体会到的是一个真正不同的这种威胁和危险，网络上的这种骇客的攻击，无论是我们对自己的基础设施，对于我们的物流，对于我们的生活本身，对于我们的金融世界，有的时候其危险是如此之大，是会使得我们所有的正常的生活变得就是瘫痪下来，而且包括一些对人的个人数据的这种窃取，对个人的这种攻击，而且这种整个的危险也会影响到我们全球的这么一种沟通，所以说我们别在网络的今天也必须要对个人的安全有所保证。我们不是现在经常是谈到30年前柏林墙的倒塌嘛？那么现在好多的国家、好多的政府，他们想在整个的这种网络事件重新再树立起像当时的柏林墙这样的墙，这些想法。那么我们是说，面对这些想法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大家都在讨论的是标准。我们在这过去的 IGF 的这些大会上，我们经常谈到的，我们要建立共同的标准。那么在以前的这种 IGF 大会上，我们也有这各国的这些议员们聚在一起讨论的这样问题。我们已经谈到了要共同进行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携手的制定。那么当然了，IGF 首先是一个专家的大会，但是在整个的过程
程中，我们这些社会，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专家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给这个政治家决策做立法做出了很大的重要。那么这个 IGF 在每一年大会里都发现这方面的工作越来越重要，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就是这我们所有的这些真正的这些决策，和特别是这个联合国的这种整个全球体制上面的这种决策，都是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 IGF， 我也提出了很多新的建议，我们可以有这不同的这种平台，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文件啊，使得联合国能够把它作为这个正式的联合国的文件来把它发布下去。那么默克尔总理也指出了，那么他将非常愿意看到，如果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整个的立法过程能反映出在国际上整个的这种探讨和法律法规建立的这种情况，就是说把一个国际的法律法规范把它带到我们国家立法中。那么说到人工智能方面，社会从社会上来讲，肯定要要承更多的承担这个国家行政的方面管理方面的工作。我们说过这个多方的这种合作，对于整个这种网络的治理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同时呢，在这个人工智能上也是如此。那么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在整个的这种人工智能和在这个网络上都应该成为一个共同的一个和谐的这么一个整个的流程。那么说到我们网络的安全，我们有布达佩斯和我们的这种宣言，那么它事实上是在2001年就开始作为我们一个整体的规范了。那么当然了，随着整个网络的这种发展，我们可能当年的宣言今天可能有些过时了，有些细节上有些过时了。当然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这个11月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11月的时候，俄罗斯和这个法国，在这方面就是说，做上这样的探讨，看到我们整个网络世界的变化，迅速的变化，我们必须要做出这非常及时的这种应对。那么今年我们也是和这个日本做这个讨论过这样问题，那么通过联合国的层次，我们希望能够准备一个新技术方面。或者说是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使用上面的这么一个共同的宣言。那么说到这个全球的这种网络上的这种障碍，或者说这个控制的这方面话，我觉得就是说在网络上有越来越多的这些骇客打击，使得我们的这种网络安全受到越来越大的这种威胁。那么这方面如何呢应对这样的一个打击，也是成为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那么这样我们的一个工作的定位也表现了我们在整个的网络打击攻击的过程中，要共同承担其中责任。在过去的这种10年里，可能是我们有很多新的法律法规，也相应于新的这种技术来讲。那么我们作为俄罗斯联盟来讲，我们也希望制定一个崭新的一个文件来这个规范整个这个全球的在这个网络上反犯罪行为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事实上呢，互联网它是一个超领域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全球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么我们从整个这法律法规上来讲，也需要有相应的这种特性，所以说呢，这是要求我们可能是有一种崭新的一种全球联合、全球合作的这么一个局面，要必须就是说感到与时俱进的这么一个全球的合作，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孩子一个婴儿的疾病，我们要在这个最早的时间共同的通过这种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规范来把这个整个
数字化的网络和数字化的发展能够得以健康成熟的发展。总的来说，我们必须非常主动的，我们要有各种的倡议，我们必须是携手的，我们必须是真正的创造出一个共同的空间，而且呢是我们的政府呢要是推进他们在这方面花更多的心思，花更多的精力，建立一系列的这个标准呢，不光是这个，我们从议员方面来说，这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所有的专家认为这就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些企业的代表也是同样的观点，那么很多人就好多年都强调这一点，我们必须有一个国际社团共同的一个规范，要有一个真正的国际社团和谐的这么一个规范，才能使得真正的企业的这种工作能够跨境营作，才能使到这个我们的经济成为对全球繁荣做出贡献的这么一个可能性，总的来说我祝愿大家我们有尽早的能够在一个数字世界里建立起我们共同的规范。好，谢谢你的谢谢您的这个不，那么现在我们您的这个想法是非常有意思，现在我们就说在这个方面可能就是进入细节和深度的讨论了，那么我们现在请到Chex Mok我们现在请这个香港立法局的代表进行下一轮的尊敬的先生们女士，我作为这个德国议会的议员，在加迁入今天在这IGF 的整个的讨论，我觉得是我们是达成了共识，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公开的一个网络的一个上层构造个建筑，我们就是说必须是公开的，一方面是公开于创新，一方面呢是公开于我们的整个民主流程，所有的这些网络的这些这个附带的这些疾病吧，附带的这种负面作用，也是这影响到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需要一个有效的国际层面的一个真正的网络的治理，那么说我们说到这个自由的网络上来讲，我们必须要有而且非常这个紧急的需要一个真正的健康的这些基础设施，这件事我们老是听到说到这个公开的构造、公开的结构，但是呢，事实上做的很少，主要是说我们有很多国家，它事实上呢是要想把这个互联网把它碎片化，他们把自己的国家的一个网络的一个体系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我们觉得就是说在这一周也听到了很多的这个广泛的一个共识，无论是每一个层次，大家都认为大家共同的合作，使得互联网成为一个统一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碎片化的，自己可以就是独立使用封闭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全球的各种地区，他们比如说这些国家，那么还没有这个 DNS 吧，这情况下，要尽快的发展起自己的基础设施。另外从这个技术层次上来讲，我们的这个 IGF 大会就是说新的技术EKK 或者说是数联网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这种挑战。我想这个地方是对这个也产生了很多其实很严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从通过技术进产生的这种打击对这个网络上的打击，如果这些这个网络打击真的是成功了，那真的就会把我们的基础设施都破坏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供电，我们的这个交通运输，很多的这个最基础的服务，比如像这个急救措施都会急救服务都会被影响，那么从经济层面上来讲，也有好多的这种我们财政上的金融上的损失，那么就是这个 Bitcoin 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企业在
德国在德国的企业在过去两年里，就是在一七七一八年，是三千多万的这种经济上的损失，就是由于网络的犯罪而造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知道，就无论是企业来讲还是个人来讲，我们都面临着这样的危险。那么事实上，这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是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就是大家就会对互联网失去信心，失去我们的。 信任，那么一个整个的一个网络的空间，是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治理。我们现在这个作为这个数字化世界的委员会，我们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那么就是说有些这个措施要由政府或者说是非政府的机构来共同进行。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多领域的参与者，我们就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法律法规的制定。 我认为，这恰好这是一个真正的正确的道路。我们必须是要走这条道路。那么从德国方面来讲，我们真的是非常坚信一个多领域利益相关者在加入共同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对话，无论是说这个城市国家来讲，我们也需要国际的组织的支持，需要是公民社会的支持和科学家的支持。那么今年。 我们真的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这个政治家，有这个议会的议员们来参加我们这个大会，我觉得这条道路也我们应该坚持下去，那么这个是一个，它是等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么一个基础性的这么一个机制，我们要把它真正的建立起来，那么从这个网络治理，不是说我们开完这个 IGF 大会就算完了，我们自己现在要真正的承担起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所有的工作的这个。 大会结果要带到我们的具体的议会工作中去，而且充满了热情的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么，网络的这个整个的结构，它的治理不是说光靠立法，法律法规来做的。那么就是说很，大家都知道，像伊卡或者是国家，这个国际的这种通讯局或者其他的一些机构，就是说其他领域的这种。 参与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每一个个人都应该是有对网络的一种真正的这种负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是说，我们既要保护自己的数字，我们要有一个正当的这种网络的这种行为啊，就是说要一个健康的行为啊。我们就是说要有好的硬件，要有这个干净的软件，而且一般的人我们要真正的给大家建立起一个网络治理的这么一个意识，使大家有这。 这么一个理解，那么在整个这个社会的讨论中，也把这个问题呢作为一个议题，是推进大家这方面的这种认知。我事实上是非常乐观的，我们觉得是说大家真的是非常共同下定决心，恰好我们这个 IGF 大会也表现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能够真正的是一个乐观的态度应对未来的。 大家好，Charles Smoke， 我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成员，那么我今天就是说。 确实，对我来说，这次参加还是一个新经验，因为呢，就是我原来还没有这个立法会成员的身份，可是我那个时候或者是工业产业界的代表，或者也可能是呢，就是民间社会的代表，因为呢，就是我是在这也是成立了香港互联网协会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创立人之一，所以我从我们这次的主题可以从好几个视角去看和研究，可是今天我也是一会议员，就是一立法会员的身份想说话，确实我们在这可以给我们的这个治理工作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一个新的看法。我确实发现了，在我们很多的。
就是各国的这个立法机构当中，而且或者就是也是包括香港的，就数字化，就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已经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就怎么说，一是就是很多政府都是想利用数字化技术，以便就是比如说促进经济社会服务。等等，就是还是全局面的一个概念。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少的这些议会们和议会员们，他们对这些技术好像并不是精通的，也是不了解的。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如何对待这些最敏感的基础，就是要紧的基础设施，我们如何对待民间社会对就是争舆论的对于这种监视等方面的。就是这些，忧虑的话，我们好像往往就是有的议员们，他们没有多好思想准备，所以在这我们也是要和在世界各地的，就是议会们，议会议员们当中，就是我们首先也要取得对于比如说术语等等有一个共识。可是就是我们所有的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至少也是要看到我们在有不同视角的，前提下有一个那么共同的一个讨论，而且比如说，我们政府也是现在正在努力建设一个智能化城市，这个是和很多世界各地的这个工作也是就是类推的，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我们在这要确保我们的公民他是怎么信任，他是怎么对政府机关讲信用，特别是因为政府就现在在把握和操作很多公民的这些数据。那么很多人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越来越多的人都是非常的担心，就是他们的数据会被滥用，而且不仅是涉及到说一些那些大型的这些技术公司和服务公司，而且甚至也包括政府机关、政府部门，特别是假如我们对政府代表的个人这些人不讲信用的话，那么就是更是复杂的。所以，在这时，也就是特别是从我的立场来说，我也是来的这个地点，我们目前是一个特别敏感的时期，所以我是经常想起，我们只要看发达国家的这些，就是发达世界的国家，我们说到互联网或者就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和互联网和安全性，那么就是我们可以以为，那么这些国家它有一个非常民主性的基础，可是就是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这种民主基础是没有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种大技术公司是怎么对待，对于他们提供的服务是否安全，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一些，解决方案，可能对某一些其他的地方来说，没有直接的参考价值，或者就是也没有多大的就是借鉴性。价值，所以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完全可以做个比较，比如说有的国家的民主体制、民主机制也没有那么非常的成熟，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当中，我们对这件事情也是可以普及化了解、正确的了解和理解，也可以想多更多的办法，可以在这推广就是新型的技术。而且就是我们也是在这是一种联合体，就是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 Charles Morgan。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两个结论。那么就是我们如何就是在数字化时代保护和平和安全？我们欢迎德国，我们是欢迎德国的，就是德国的议会议员，还有就是就是埃及议会的阿泽女士。诸位早晨好，德语。那么就差不多了。
好，诸位敬爱的同仁们，就是来自全世界各地到这里来的议会议员们，我是想说，我们今天能够在这开会，我们特别对德国的联邦议会表示一下感谢。我们是很高兴能够到这来，而且我借这个机会对我们的互联网治理论坛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呢，就是他们。也是在开幕式的时候，也是特别欢迎我们，就是我们的埃及前任通讯部长，所以就是他也是刚刚去世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在数字化时代真正关心和平吗？我还是认为我们应该是怎么做的，而且互联网已经是一个。也是未来冲突的一个战场，而且呢，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开幕式的时候，联合国的秘书长，阁下在他的发言当中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内容。第一呢，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技术将来会带我们领我们到哪儿到哪儿走，是到和平或者到战争，而且就是我们的尊严会增长或者会受影响。那么我在这想增加一个。问题，那么和平怎么一回事呢？而且我们的社会它将来是不是更公平的、更平等的或者平等性受影响？所以就是政治、数字化和社会影响，它对和平发挥什么作用？我们的安全性它会不会改进？安全保障会不会受影响呢？所以就是在这，我也是对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挑战来说，就是我们是怎么可以说我们作为议员们，我们往往习惯投票，所以就是我们就以投票的方式。假如你们觉得是重要，你们可以举右手；假如你们觉得次要的话，举左手。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就是要保护，就是我们要成立一个就是框架，可以避免就这种监视技术会影响到人权，我们是要做面的一些。所以，那么这个也是包括，比如说。国家和就是公司在出口一些监视技术的时候，它必须符合它的法律责任。第二个那个挑战是我们如何在利益和成本之间达成一个平衡。那么就是这个，我等会还要解释，特别是这种出口限制。就出口限制对我们的很多国家来说是非常复杂的，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策，因为就是在这涉及到技术，涉及到一些，我们也是事实上也是涉及到人权，产业和，所以这个是重要不重要？好，第三个挑战是，我们。如何就是经过互联网可能产生新的暴力的方式？因为呢，现在就是我们讲2025年的时候会220亿个物联网的终端装置，所以它是不是一个挑战，还不是一个挑战？好，谢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第四点。我们以公共利益，我们必须一方面提高我们的警惕性，也提高和平。所以呢，就是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这些，媒体，就是这个社交媒体公司，它有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在每一分钟有500个小时的这个视频，就是上载到互联网。而且在这，我们是怎么过滤什么东西是有受害的，或者就是害性的，或者是非法的内容？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在这有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就是社会媒体公司要不要在这加强管理？那么另外呢，我们如何可以控制？如何控制在线仇恨语言和污蔑行为？那么这个也是涉及到刑法的，就是执法。
而且我们的政府，就是各国政府对这些兴起是怎么对待的？可以说，就是这也是对和平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特别是我们，比如说欧洲的政府已经在做一些什么，就是已经有一些实践，比如说在线的这个内容，还有就是立法的一定的工作。可是这次我们在开会的讨论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听到了，就是我们应该要分清楚什么是个人，什么是企业或者企业团体的公司的兴起。所以我们在这必须要好好的做区别。所以呢，就是有的人说他们要求就是更高的这种透明程度，有的人还是想保护他的营业模式，就特别是想多利用数据。所以呢，就是有的人。我们要完全刷新的，再设想这些营业模式。那么，有的人也还是说，言论自由不是一种绝对的法权，而且它确实就是它已经是受到就是法律的限制。所以呢，就是在这有一些那些超大的这些趋向，我们如何能够就是在网络空间当定义和平和安全？所以呢，就是这件事情非常复杂，你是要测量和平也是很难的，因为你可能还会有一些紧张的局面。所以就是我们也可能有一些指标可以想象，比如说就是这个网络袭击的数量是多大，就可以测量和平，或者就是和平的缺少。而且我们在这一个国家也是怎么针对这些网络袭击方式。所以呢，就是是不是对这些国家有，就是做，就是负责网络袭击的这些国家有不要不要讲制裁？所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我还是认为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挑战，也是我到这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因为呢，就是和平是我们人类所来说最重要，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而且我们在这可以说，我们有一个唯一的解决方案，那么就是一种合作性的方案，而且就是以我们就是以人权的保护、以基础设施保护、以安全保障的保护，这个都必须就是在供应链里面都考虑到，而且就是在这我们还有一些那些，重要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如何在数字化世界当中保障和平。所以，那么就是，Ronald Reagan 曾经说过，和平并不意味着是没有冲突，而且是意味着在冲突的时候用和平的手段，来推广和平。好，谢谢大家。好，诸位早上好，我也是，确实，柏林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特别是对和平来说，它是有历史代表性。而且我们在这可以说到，它是包容的，就是容忍创新等方面的，特别是就是技术方面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在柏林召开互联网治理论坛2019年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理想的决定。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我们说到和平和互联网，那么就是有不同的故事。那么有的人是讲到就是和主张独立，还有就是有那些独立的，就是这种立场。有的人有的单位说，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有一种军事历史或者军事背景的，就是他可能往往也是持有比较负面的态度。我们还是都是觉得正面的、负面的这种力量，我们都是已经了解的。可是，我还是就是要回顾几年的话，我们那个时候我是做世界银行的咨询和顾问，特别是对于北非的一些政策，我们在2009到2012年的时候，我发现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有很大的实力。
可以影响民间社会，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实力可以挑战整个的政府，而且有的这些挑战，从长期的角度来说，好像没有很大的可持续性。今天我们也仍然可以再这样发现，因为呢，就是我非常感谢，就是我非常可以说我与香港人是讲团结，就是而且他们也是利用了互联网为了自己的自由做奋斗，所以。 而且就是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互联网也是做一种就是对于言论自由的一种制裁机制和机构。所以和平有好几个方面必须做好工作，必须放在焦点当中。那么互联网和和平都是受到两种力量的挑战，一个是政府，一个是非政府力量。所以我们在这有一定的责任。 我们也是要更好的，就是发挥我们的多方意向，就是这种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来保好互联网的整体性、安全性和合规性。在这，我们也是需要国际的规则和协调。而且，我还是觉得，我还是认为我们的这个方法一定是要依据于法律体系和人权体系。 而且就是这些法律和人权应该是和平的和自由的基础，特别也是在互联网里面。那么在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前几天一直听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要建设哪一些什么能力，特别是国家，就是和国家政府，他们就需要哪些什么能力。那么我们也必须。 别直至脑后，我们有这种万一发生袭击的话，就是这个判断正确的判断这个袭击是从哪来，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大约已经有50个国家，他们已经对这种，就是有50个国家已经就是他说的在互联网已经组成了这种极端的袭击能力。 而且我们在德国也正在讨论，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方面的这种能力。当然，就是国防也是考虑到在线和不在线的这些国防实力和预防实力。可是我们在这看到，国家的这些机构，它往往就是有两个方面。那么，就有一位就是同仁今天上午已经说。 我们如何测量和平和安全？那么就是我对我的前任发言人，就是发言者，我来说，我也只可以再引用。所以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怎么在互联网上测量和平的存在和程度呢？就是在这确实可以发说我们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而且我们这份工作本身也。 也是一种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这种工作的结果。我还是主张我们必须要就是无妥协的推广人权，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放弃。而且这个一方面是全球，也是就是我们各国的一个就是各国家的一个任务。我们对于和平的保障必须做好积极的贡献，这。 的确是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责任。那么我们必须确保数字化沟通，互联网都是一个是和平的，二是安全，而且是有实力的。而且非常感谢，就我不就多说了。而且我非常希望我们以后还可以进行更多的交流，可以再反省一下我们前几天的这些接触的工作。谢谢。 谢谢你们两位。我们呢也认为在德国就是，据右手可能有一点古怪的感觉。我们要达到一个全环。我们现在最后一个总结，就是我们现在要论的，是数字时代民主国家的工具还是现金？ 我们现在有一个德国的议员和 Karen Melcher 欧洲议员的。
现在在最后一个总结论发言就不行了。我是 Anke Domscheit-Berg，我是左党的网络发言人，网络问题发言人。我也是那个调查委员会的会员。我也是在我们开幕之日之前的工作日的参与不一些会议。我们那时候很吃惊的听，有来自蒙古、巴西、香港、日本、萨巴多、丹麦、德国的议员发表的意见。我们主要谈了四个主题。最关键可能是，一些数字垄断企业给我们提出的挑战，因为我们有一个反垄断性的很多，这些法规，我们交流的这个方面，我们也认为我们都很明显和就很注意到的这些挑战。我们也是听到一些不同的政府的措施如何反对这些，比如说，在巴西，他们就是要提高政治广告的透明度的一套法规。在德国，我们也是发表一些反垄断性的企业的一些法规。但是我们也是从香港的议员，就是听到了有些与国情有关的特殊的要求，所以一个国家可能可用于反对假信息，另一个国家能用于进行审查的一些措施，所以一个大挑战是。我们需要那种更多的互操作性和一些操作标准。但是我们也是进一步谈了，如果是一个非盈利的社会性的网络，是不是一个好想法？我们也是。以很开放的方式说，如果有一个非盈利的那个网络，那谁来监视，谁来操作的？我们觉得最后可能应该是联合国就来承担这个担子。我们这个讨论就没有明确的结果。我们也论理一些问题，可能就是美国能做这个，我们在欧盟的级别是，论这个方面，比如说，如何就分散一些以前发现的是，比如说 Facebook 和YouTube 的这样的一些是 bingo 的结果，所以我们也谈了就是，大农庄。企业是不是要把他们的数据库的一部分就开放起来？我们也不知道有哪些数据，如何能逼着他们就把他们的数据公开化？所以这个论坛就讨论就没有明确的结果。我们也谈论那个仇恨的那个犯罪，就是受伤妇女和儿童的受害妇女和儿童的犯罪。现在有一个问题，数字证据基本上那些法院不会承认。现在我们就是目前就是在拟定一些变更这种看法的一套法规。我们要。就是如何就对付
这种仇恨的犯罪，一般的仇恨就不能就处理的，但是如果是构建犯罪，一定要对付这种行为。伤亡也会直接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我们也有一个，目前也有一些计划，就是要把做伤亡做一个基本的人权。但是来自蒙古的一个议员就他就说，蒙古的人口就是密集不够，所以如果我们要实现这样的一种人权，对于我们来说难度就比较高。我们也论了那个 Cambridge Analytica 的这个数据，因此违反的一个筹案。也有一些来自其他那些大陆的那些政府研究的欧盟的这个建立法国也是一个很好的样板，也有德国政府他们做一个 data dashboard，就是他们的一个数据控制台，他们就是个监控台，他们就是可以自己查看，哪一个机关就是关于他们的，就是保存哪些数据。我们也发现，我们是在全球的范围内，我们就是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也要互补学，但是不要就是一直复制别的国家的一些做法，因为可能在一个国家有好效果，可能在另一个国家的效果不如此，怎么样？所以我们要看如何能把那个关于网络的决策加入我们的那个意愿，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把这个多方利相关者的方针把它加入我们的那个意愿的这种做出决策的这些过程。好。谢谢德国政府，给我发邀请，能参与这个立法会，我德语就到这地步，柏林墙倒塌30年后，我们不要再建墙，一些新的数字大墙。开放和自由的联网，能授权我们公民就是参与社会活动，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开放我们的政府和对我们的公民承担责任的进一步开放化，一定要保护我们的一个公民。当然不是对一个不确定的，一个 cyber 犯罪，但是我们也是对，孙策和跟对，安全服务的那种监控和监察，也是对商业的那种，监察和监督，通过一些商务平台和类似的一些机关，我们。数据如何用，又或使用，如何处理，这是一个很本身的全球是知道这些事。我们应该有一个开放和自由的对话，使我们的社会进一步统一，不让一些商业模式，就是那个微信的那个瞄准，就是总之，我们不能让别人就是以假信息危害别人的名誉，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那个重点，不要一些重点都看不起别人的，
我们的共同的那种公平的权利和人权，一直应该的，各方面的的支持，我们也要用server 空间的技术工具，保护我们的数据，所以我们也要用加密和这样能连上各方面的我们个人数据的。这个是也是那个 Jimmy Schultz 找好的原则。这是我们对一个世界、一个社会和一个网络的找好。好，谢谢两位女士们。我们现在，如果你们觉得是一个好建议、好倡议，就是。有议员的一个大声的说，你举右手。如果你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就是举左手。好，谢谢你这个建议，Marian。我们呢，现在要把舞台布好，是便利我们的是45分钟的论坛。我们应该哪些意见带入我们的各国的议会？我现在欢迎托马斯·施耐德先生，他是瑞士联邦电信的居国际合作的主任。有 Marian Asa IG 议会的。埃格里波，这是冈比亚议会；卡拉赞贝尔，巴西议员；和玛格丽塔·埃斯科巴，El Salvador 的议员。他们是每个人会讲5分钟的话，然后托马斯·施耐德要做与你们所有的那些议员的观众的公开的讨论。他会做这个主持人。大家早上好，我感到特别荣幸做这个论坛的主席。我一直是欧洲 IGF 和瑞士 IGF 的参与者，我一直尽可能就是邀请议员加入我们的这些会议，所以啊，我们很高兴德国给我们组织安排这样的一种做法。也是感谢那些议员抽宝贵的时间能参与我们今天的论坛，所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们在这个 IGF，你们就是有什么体会？有什么新积累？什么新的意见？能输入你们将来回国之后，他们你们的。本国议会的一些责任。大家早上好，我想凑这个时间，要感谢IGF 和德国德方就是组织安排，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参与这样的一个公开的论坛。我也觉得在互联网的这里，议员。应该就是加入所有的这些论坛，因为不管你看什么国家，议员都是在网络治理的一个中心扮演中心的角色，所以我想把这个参与加入我们那个，如果你看这个。
这里叠高，这个 IGF 会吸引所有的人。你需要那些公司的做出决策的民间社会的代表，社会的所有的各方各级的人要参与这个过程。如果你要给那个网络的先进的一个机会和，所以我们都要聚集在一起，所以所有的国家要打造一个世界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这种广泛的合作型的一个大论坛，这是非常宝贵和值得学习的一种作风。我也要首先感谢德国议会提出这个倡议。尤其要感谢吉米舒尔茨，我没有亲自认识他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为了他的那个一直是坚持的远景，我很喜欢他这个人。我们要一个自由的、开放的机会能上网，这是为了整个人类的会，所以我不要将来的坚强的倡议。我认为我们应该就是观察一个很观点的主话题。IGF 这是一大步，这是跳跃，以安排今年的论坛。我们就是一定是为连上的人，一定帮他们连通网络。最终，我们是各国家负责立法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是让我们参与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这个我一定要带回国，把它加入我的国议会。另一个观点是，IGF 的不同的是一个国家的那个制定目标，应该是把政府和议员的加入，他们是应该是更民主化这个过程，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每个国家的级别加入这个。我一天不知道我们也能参与这个 IGF，所以我现在回国到 El Salvador，我一定也要鼓励大家采取这种做法。我们也是谈就是广泛的联网的机会作为一个基本的人权，也是联合国的一个网络委员会，也把上网的可能设为人权，这个也会包括儿童的权利、妇女的权利、人权，在那些网络平台上。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人有一个建议的话，我欢迎各位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跟我交流。我们也应该是，我们的议员呢联合会也应该包括这个建议在他们的将来的争论之中。我还准备了几点，但是我今天还是停在这，给我充实一个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好，看着这边，我是巴西的议员，那么我第一次参加我们这样的大会，
我事实上就是和我们的 Bolsonaro 我们的这个总统是同一个党派的。那么我也是感谢给我这个机会，今天来代表我的国家说两句话。但是呢，我就还是要说西班牙语，因为西班牙语呢，是我的这个母语，能够使我的国家的自己的人民也可以听得清楚的，了解我的意见。那么这两天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让我最振奋的一件事，就是，看到了这些大家这些其他国家的这个立法的这种情况和他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法律法规的情况。那么巴西的情况比较特别，因为我们巴西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的几乎是有的比其他一个大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那我们的具体的国内形势也很奇怪，因为我们事实上呢，自己是第一次选我们的总统的选举是通过网络选举的。那么当时我们的总统，是这个在这个恐怖打击受伤了，结果躺在了医院，但是我们就把这个大选就放在这个网络上进行了。那么我今天坐在面前，这我是因为就是说这个的，大家认为我是作为议员来讲，在网络上是最活跃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就是让我来代表巴西来，到这儿参加这个大会。其实我以前是默默无闻的这么一个政治家，但是后来我通过网络的宣传，我现在这个拥有了这个8万多的粉丝，所以说我是现在很有名了，所以说我自己也可以说，网络是多么重要，那么这个它的这个互联网的重要性，不光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有权利得到使用的这种，得到这个使用的权利。我们不是在强调吗？就是说这个，上网的权利就是人权。可是你知道，在我们国家，有的好多的公民，他自己连这个，自来水洁净的水他都没有，还怎么能够谈到什么上网呢？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种网络的空间，可能以前是由这些大企业来占领的。那么事实上，这个上网，或者说是更准确的说，是能够这个通过网络得到的这个信息，在全球，现在呢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属于这大企业的这种事情了，而是属于每一个公民，就是说普通人都可以使用它得到信息的权利了。那么我觉得呢，我们不作为这个巴西的政家，我现在也很担忧，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我们的这个就是要如何支持这个如何支持这个思想自由？我是 Bolsonaro 这个党派的。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想法，还是说一个左派的想法，都应该有一个思想的自由。但是就是说，网络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困惑呢，不是说这个这个言论自由这样。那知道就是说，我们的这总统他不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吗？也恰好说明了这个整个的网络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事实上我们也谈了很多，但是网络还是要有一定的法律法规来控制它了。但是有一件事，我觉得大家忘记了，我们要说到，在这个网络上还有其他的社交平台，比如说脸书吧，有400个他们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脸书的这个网页被封闭了，那就说这400人被禁止了思想自由或者说言论自由的这个权利。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种司法本身呢，是本身呢，我们不能把它这个个人化，因为它这个言论自由是有法律保障的一个权益。每个人都要想到想到每个人都有享有的一个权利啊。谢谢你刚才的这个整个的讲话。是这样的，
IGF 我们这个大会，我也是第一次来参加，所以我也很高兴。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生命循环，就有一个生态的这一个循环圈。那么事实上，我们呢是为了建设美好的未来的。我们希望呢很多东西呢是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循环生命循环一样的这么一个状态，它不是一个独孤立的一个。 情况，那么我们就是说，所很多的这种立法，每个国家我们都有自己的这种立法的体系，但是我们如何真正这个携起手来，就是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一个发出的一个信息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并行，互联网上的真正的治理是一个整个整体的这么一个立法，那我觉得就是说，技术的人员。 这个议员们，这个政治家们，这个私有企业们的，那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使得我们的变化呢很积极的话，那么我们真的有一天会实现一个目标、一个世界、一个网络的，所以说呢，我非常愿意和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议员们各国不来的议员们共同的推进我们各自己国家的这种进程，也是这个愿意帮助所有。 的这个关系相关者的这种活动，好，谢谢，我再就是说补充几句，我觉得这个讨论是说我们来讨论如何合作，如何一起工作，如何这个包括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利相关者来进行这件事情，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棒的。 独一无二的，但尽管如此呢，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联合国，它组织这样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这事实上，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因素吧。我们在这个数字化合作，我们不是也进行了这种高端的这种的座谈会吗？这个在这个欧盟层次上，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们都认识说这个合作的这么一个。 必要性，或者说是真正是通过一个论坛吧，像特别是这种 IGF 这样的，它是建立一种桥梁的关系，使得这个所有的这个利益相关者，所的这个企业家，私有企业和整个的政治界和这些议员们，他们之间能够连接起来。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建立起这不同个体的这种领域里，把他们都这个作为一个桥梁？ 一样把他们都连在一起呢，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个支持决策者，他这个使他这个决策，都能够在我们这样的对话中得到一个好的一种建议吧，好的这个咨询吧，那么就说使得我们这样一个工作，把他这个真正的把他这个机制化。 那么就是说，这样不同的这种网络，在他们这个个体自己领域内的这种做决策的情况下，能够及时的把它给通知到其他的这种机构，像比如像无论是联合，UNESCO 还是其他的机构，他做的这种决定，或者说他在这个开发一些这个标准的时候，那么是如何把你们都带到这个整个的这种决策的过程中，这样呢就把你们就是说地区性的这种流程变成了一个国际化了，是的。 我觉得就是看到这个整体上来看，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就是说要建立起一个信任，就是所有的这种不同领域的代表要相互信任。如果我们这个不同的领域的代表都信任了，我们才能够真正这个推动这个事情。 那么看到我们目前现在的这种状况，你会看到这些政治家，特别是说，他是肯定是说呢，国家的这种境界。那么我们就要使得这个政治家也明白我们究竟是走到哪条路上。我说到这个政府本身是说，我说的不是说这个议员本身我包括了这个立法和执法整个的这个国家机器，那么他们必须知道我们的整个的方向，而且是要把它给推广到这个公民社会上去。
那么这样说，我们一旦有这种真正的信任，或者说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谁该做什么事，要走到什么目标去。那么从网络治理这个来讲，最重要的是对国家来讲，对这个政府来讲，它可能是一个人权的问题。那么做社会上来讲呢，他们所关心的也是人权社会。那么这个从企业上来讲，他就会考虑到更多的是一个数字化经济了。那么数字化的经济，数字化的这法律法规对他的业务有所影响的这种情况。那么就说，我们如果把他们作为一个平台，把都能够把事情摆到这个平台上面来，那么我们就去能够把这个事情搞清楚。那么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如果是你光是参加这件事情，大家虽然在一起谈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这种信任的话，那么也真的是没有这样就没有办法实现我们的共同的这种讨论。所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网络的空间，使得我们这个在这个空间里能够建立起我们之间的信任。那么事实上，我就是大家伙，那么我觉得就是对于网络本身的这种解释是非常重要的使用的所以说如何建立起信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好，谢谢。那么事实上我们其实不愿意跟这个议员打交道，政治家，但是我们还是得跟他们打交道，是吧？那么做一个非常现实的或者是实际的一个做法吧，我们就是说先正的创立一个 IGF 2019年的这个大会就是要是真的做一个这个机制委员会，要建立一个机制委员会那么就是说我们德国的议会来讲，我们都可以帮助你们把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性的经验带给你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或者说脚踏实地的实际的这么一个建议我觉得不知道能不能行。另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说我把我们这个议员的工作这块呢要有一个重点我们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像我们刚才讨论的这方面必须有一个重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是议员，我们应该有一个跨议会的这么一个在这个主题上的这么一个合作另外还有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我们议会的合作的这么一个指导方针这个指导方针呢就是可以从我们这个已经做过的工作中找到我们的这个方式方法我不是我觉得对，就说这些事儿吧，反正我就是说那么如果是我们有一个这个议会的这么一个指导方针那我觉得一旦有了我们一个议会工作的指南的话，那么我们其他的这些指南也会跟上。如果我们需要一个世界一个网络一个愿景的话，我们必须有这种一个指南方针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全球汇报上来讲，我们觉得应该是看一看如果是我们有这个在网络的这种法律法规，如果是在国家范围内，如果我觉得呢就是说要把它根据这个全球的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这种法律法规做一个调整使得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律法规上升到这个国际的层次上。好。那么我和我的这个同事们他们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同意他们你们不是刚才说要建立起信任吗？这个是真的是这样的也许我们可以就是更频繁的这个见面，不是说等到下一届在这个 IGF 大会的时候才见面这之前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交流真的是可以建立一个议员的这么一个指导委员会来专门这个探讨这个问题我还想强调一次我们就是作为这种网络上的这种互动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平台上也的确是必须有，刚才我的同事不再强调吗，在这个平台上一定要有信任
那么就是说，这个整治，我还要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个立法吧，方本身不是就是说它是一个共同的，不是针对个人的。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说整个的这种方法论上来讲，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想法，就好像一个那个就是话语炮一样的，使得这个大家呢都有一个启发。我们是说出来之后，是为了使整个的这种我们的这个讨论能够 有所借鉴。那么我们是希望在这个整个在这种情况下呢，畅所欲言的这种情况下，才能够保障我们的这个民主的这种在政治中的表现，能得到保障。就我还是说要做这个，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思想炮，一个这么一个形态，这样呢，就是说你才能和不同的人去做这个交流，不是说只是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 所以说，我们必须是在一个沟通的这么一个对话的平台上，要有一个它的民主化的这么一个特点，这点是不能忘记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德国可能是情况是不错的，默克总理在这地方也说到了，他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不同平台的全球性的这种联络的联络，建立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础设施。 而不是说一个在一个国家控制上的一个自己国家的这种网络，这点是我们议员们也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解决方案主要是应该在这儿，就是说对方，你要知道，比如说这个德国的这个立法，法律法规可能对西班巴西没有什么作用，这个地方真是另外我们就要知，比如说这个如果是控制网络使它没有这种伪新闻，这个是在巴西可能不行，我们这个巴西呢，事实上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是网络上，它这个主要是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自由言论发自论自由言论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它从这个像我们巴西从这个执法这块，它不太关心这，我也是很同意，同意我的这个同事们说的这些意见。 是的，就是信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刚才不是，Marco，你说要建立一个这个委员会，建立一个执行委员会。我记得 Paisley 有一个歌，那么他就说 No never， 要不现在就做，要么就永远做不做了。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以这个原则来做事情？就是说马上动手去做，否则的话就太晚了。我记得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种网络空间的这网络安全法律的制定的过程中，在这个埃及，我们当时也说到了这个所有的这些大学、私有企业、国家、妇女，这个还有这个残疾人协会都 把他们对这个网络安全法的意见都做了一个这个发表，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立法呢，事实上就是大家都发表意见，我们就有时候经常的改变我们的成文，就是我们事实上是一个团队，是吧？我们如果是都和放在一起，如果是就是一起，我们就会实现更多，我们就能做到做更好更多。 我们的目标不是，可能也不太容易。我们也是的确有好多挑战，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受非常这个受到这个启发的事情呢，也真的是可以鼓励我们就进入这个我们的工作。所以说，如果是我们相互信任，我可能我要说建立一个机制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可能也挺好的。那么当然了，就是说我们要建立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这一点呢，可能需要我们也是要做一点事情。 我们必须首先就是说这个坚信这个原理，我们就是说从我做起，从这个无论是国际的层面还是国家的层面，我们都必须要合作。好，非常感谢。我也是可以说，我是在说，我们就信任是一种就是缺少不了的一个，千万也不可缺少了的一个成分，而且它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成果。
就是信任，因为呢，就是经过合作就能够更好的了解对象，而且也可以更好的了解各自的这些生活情况，而且就是各自要求的这些合法性，这也可以说是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信用的问题和信任的问题，当然就是信任也是需要一定的规则，特别是就是我们的合作是，就是各种各方面的合作是可靠性，预报性都是就是预测性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比如说，平台有哪些什么角色，平台不应该有什么角色，而且就是这个都是我们是做了一档的，就是一天的很热情的争论，也是和这激烈的争论。那么特别是就是各国的这些议会的代表们之间，我们都是有了这方面的争论和讨论和共识。那么就是我们在这应该是机制化我们这些讨论，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议会联盟和我们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可以更好的加强关系和交流。所以我们也可以，能够就是更好的就是分享一些那些材料和文件，而且在这我们是有一些指导性的工作，那么就是有一些指导性的机构，也有就是民间的这些政策机构，那么就是我们还有一些那些，就是或者就是学术部门是写文章的，那么这些材料、文章、文献，我们都是要好好的阅读消化，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的工作。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是，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那么就是我们已经是说，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这都是有话筒，我们可以欢迎诸位听众，今天的听众也可以在这提问题，所以。好，那么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么一个就是如今天如此经典的这么一个论坛，就是我们会见的互相沟通是一回事，可是我们也可能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比如说就是民间社会或者政治家或者技术家，他可能用的词汇和术语是一样的，但是对这些术语的理解是很可能是差得远了。也可能就是这个社会背景、历史背景、专业背景不同，那么就会有这种误会。所以，我们就是在不同的领域之间，如何可以突破和克服这种语言的误会的，就是误会的障碍，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必须弄清楚我们是做什么，我们的语言背景有差别是有区别，文化背景也可能有区别。就所以，我们确实非常感。像语言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直它一直会作为我们的就是在政府和治理方面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就是说到立法的时候，语言也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在这就是有什么一个理解，可能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不同的，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想象我们是可能就是误会，也是考虑到自己的优势，所以就是人的就是思维方式，有的时候是就是很容易被腐败的。那么，我们在这，比如说技术，我们要更好的互相的理解，我们需要共同的平台，因为呢，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是互联网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创业的，是怎么说创造是。那么就是，也是就是，他最早的目的是，就是为了加强了解和沟通，所就是建设了这么一个基础设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标准，是一个可以就是衡量工作的标准。所以在立法的方面来说，我们有国际的，就是这些国际的这些解释，所以我们对一些术语、表达方式等等，我们应该会有统一的解释，否则翻译就会破坏这些英语。连比如说，就是在英语里边，就是在不同行业的领域里边，就是同样的词汇已经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就是我们要加强共识，所以就是我们在这说什么一种术语或者这么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它应该会对于它的解释来说，应该是有这些共识。所以就是最好呢，就是最佳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选择就是比较小的一套词汇的话，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表达方式的一致性越来越好。谢谢，那么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你是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我们是怎么互相理解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对我来说，那么我是第一次就是参加会议的时候，我也是，我是不是我那个时候我还都以为我根本不知道，我根本没有听懂就是讲了一些什么事。可是现在呢，我已经发现了。我可以好好的，就是更好的理解我们的词汇、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挑战、我们的应对的答复。所以呢，就是这个也导致我想起我们互相认识，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坐在一块儿，坐在一起可以沟通、可以对话，我们关就是共同关心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更好的克服我们的政治家和技术家之间的这种距离，因为呢，就是可以打成一种桥梁，因为呢，就是我们也更好的要理解技术家的语言。可是我换一句话也是这样的，可是所以呢，我还是觉得，我提个例子，我就是今天在这，我们是今天这个工作，就是从星期一到现在为止整整的五天。那么我们比如说议会里边说我们就做一个什么，那么我们是不是我们就比如说做一个那个立法 4.0， 那么就是我这样说的话，就是我的同事们会说你是不是发疯了。那有的少数的人会说好，立法 4.0 呢，好听，我是跟踪你的。有的大部分人说呢，我不理解，这样就是说立法 4.0 这只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冒险而已。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比如说这个个人的数据保护是应该是现在是要开始的。所以我们在这就是我们的 El Salvador 是一个小小的国家，我们人口的30%才有机会可以接触互联网的。所以我们作为议员们，我们必须要关心和担心这些事。特别是以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委员会的角度来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如何达成这么一个桥梁，我们是克服这种山谷呢，就是我们是怎么加强我们互相的理解和了解呢？我们都是在这有一个全球性的对问题的共识，有统一的世界，统一的网，统一的远景。谢谢大家。那我还是想在这就是在就是还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含有哲学含义的一个问题。可是所以我还是说的比较实在的。所以呢，就是确实我觉得就是这种区别怎么分清楚呢，是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有的西就是区别，比如说巴西、非洲、埃及之间的区别还是非常的客观。我们在巴西是怎么看的？世界正在发生尽快的，就是高速的变化，而且我们在互联网里边原来就是发生了很大的误会，特别是前几个礼拜之前就是发生了很大的误会，就是有的人还以为就是亚马逊河的这个地区发生森林烧火。而且这些森林烧火，它往往就是这个火灾，往往可能是就是人为的，是犯罪的。而且呢，就是很多这些非政府组织，是不是就是要就是烧火了，一边为了那个新的保守派的政府添麻烦，就有了这么一个说法。而且事实上，我们20年以来，我们是第一次。就是我们是森林烧火最少的一个年度，20年来，所以就是有这种谣言，它完全是错误的。就是有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就是有了个图片，是就是好像就是烧火的森林当中有这种长颈鹿的图片。因为我们是在拉丁美洲，美洲根本是没有长颈鹿的，所以我们是可以证明这个图片是伪造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
在这我们就在巴西是关心是这件事情，所以呢，巴西是什么的话，而且巴西人必须懂这种问题，而且当然就是外部世界也就外界也应该是要懂这个问题的，所以就是大家都要听这个事情，而且就是互联网在这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往往就是偏听一篇就完了，啊。我还是自己发现，就是是有这种，我看这个问题，我本身是技术养生的，而且我也是议会议员，所以呢，就是在这是不是一种配方？我们能不能和其他的同仁们沟通？因为往往很多议员们他并不是技术专家，所以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有了哪些什么动态？比如说，就是我是经常和我的朋友们、同仁们沟通，而且就是，那么就是我发现的，就是有的不少人他本身并不是关心技术的，可是他还是以个人的名义就已经开始和我沟通。那么如何可以在这也是提醒其他的那些议会们、议会议员们，对技术更进一步开放？这是一个好消息。那么第二呢，我们有这么对技术的这种渴望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在这可以学习，因为我一直主持一种生涯学习的概念，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也是可以给成人给议会议员们可以提供这个恰当的培训机会，那么就是谁感兴趣都可以参加这些培训班，而且就是在这你可以先成立一种职员团体，一个或者一个职员小组，可以给我们的数字化世界做一种辩护作用，而且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做工作，而且它是循环性的做工作，我们提供培训，我们成立小组，我们又进行培训，成立小组，所以我们在议会当中可以成立一个很好的具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意见的和建议的这么一个小组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呢可能是最佳时间。好，非常感谢，特别呢就是从这个非常扎实的务实的解决方案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而且现在的就是有我们的听众已经等了不久，就是不是等了就想就是想向我们发言。好，那么第一位是在他在后面的位。好，非常感谢，我们就星期三做了一个那个工作坊，有20个人参加，我们也在这和我们的那些技术界的朋友们有了沟通，那么就是我们都可以证明互联网给大家都是有好处。可是就是我是想问一下，而且就是是 Miss Escobar 来答复的，那么就是非常感谢你们就是在这做了这个我们首先有了5个概念，就是开始这种讨论，而且你是还是增加了第6方面，我们非常需要技术界的代表和议会的代表互相学习，而且就是可不可以就是要求技术界把自己的这个通讯协议等等翻译成就是人为的语言，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好的一种沟通，也可以更好的互动。所以问题是我们怎么可以组织起来这么一种交流，这个我还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所以我呼吁你们立刻开始工作。好，非常感谢。那么现在我们还有5、6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先请这个就是当中的这位人。好，非常感谢托马斯，我的名字叫威廉·福格，我是南非议会议员，我们现在已经在我们已经10年以来有一种通讯技术方面的一个委员会或者小组，那么我们在这也是就是已经想实施就是无纸张的议会，就是网上议会，所以我们也是在这鼓励老百姓用互联网的方式和我们联系。
那么我们在这也是就是，我们也第一次在2019年的时候考虑到人工智能，它就是作为我们的立法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相信互联网是一种开放的给全人类的一种事情。 而且在这，我们的政府应该是有责任保护，就是个人的这些合法权。这种立法呢，就是它应该是有发挥保护人员的，就是老百姓的作用。而且能够在各国确保统一的标准。那么，人工智能在就是工业就是4.0，工业4.0，就是工业革命4.0当中。 我们有一个就是一个是依靠人工智能的，而且也是一个是良性的治理，所以我们在这也有一个，我还是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启发点，我们能够就是做更好的，能够取得普及信任的这些新规则。所以我对今年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次开会的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就是卓越。 好，谢谢。Bonjour，你好，你好，好，那我们是先是这位女士。好，非常感谢。我也是想推荐一个对话。那么我们是非常赞成，就是诸位议会议员们的发言。可是我们就是看巴西的这个内政。 我们都是就是比如说有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等等，或者谁要批评批判总统，就是每天都是就是有政府对这些人的袭击。可是就是看您的解释，卡拉，你是那么你是怎么看连就巴西议会能不能就是在这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能不能就是建设桥梁沟通？那么就是在这我们也不是很好的可以谈国际政策和这个可以最好我建议就是午餐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谈一些国际政治。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确实有很多就是我们原来的做些各种的这些资讯委员会、顾问委员会都的确是被关闭的。我们在巴西是有一个问题，那么多年来，我们由于就是腐败的影响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没有多少我们没有什么恐怖主义，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资源的，就是自然资源的短缺，我们反而资源很丰富的。但是就是我们在社会上的就是最起码的。 安全就是和治安是没有的。比如说，我们在这就是强盗等等这些，就是抢走了我们民众的多少财产，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而且就是民间社会的做了这些资讯委员会，那么这些资讯委员会唯一的是做了就是这个追究了自己的政策。 和政治意向。那么我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议会议员，可是现在我是在 Facebook， 我也是做了一个这个，而且就是我一个月有2700万次人员对我的就是这些短信是做答复的，而且在 Twitter 我是一个月有4000万个人。 看我的那些消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呢，就是新闻界不符合自己的这种该有的角色。新闻界在这是有新闻自由，但是我们还是作为老百姓对新闻界报刊，我们是不讲信任的。我们看了这些报纸上的文章，我们怎么也不肯相信的。所以，我们唯一的也是就。
就是联系我们的议员，问起这些是否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呢，这个我现在并不是在这次论坛上说，可是在休息的时候，我可以分享更多的这种思想。非常感谢，我的名字叫 Cornel Masali， 我是来自你是尼尔的议员，我非常满意这次论坛召开的非常圆满成功，而且我还是有一些意见，一个语言的这个障碍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克服好语言障碍。因为呢，就是假如你是向东院去来医院们，而且比如说我们最多有一两分钟的这个发言时间，那么这我还是不够的。我们的医院们，他应该多有一些发言的时间，连时间都没有。第二呢，语言的问题，我也是想说，我来自法语国家，我也是在议会工作，而且我们经常还是在议会的工作当中，开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在法语，就是在法语国家联盟当中是做工作的，所以我们在2020年1月17日我们会召开会议的。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从25，就是11月25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是我就是很多的这些会议在这根本没有多少翻译服务。所以呢，就是说到信任，但是你根本没有语言传达，你是怎么建设信任的？这个我还是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情况。而且比如说El Salvador的这位议员，就是对这种事情做得非常一清二楚的表达。我们需要一种治理委员会或者一种机构，我们能够就是更好的准备2020年明年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我们就是特别必须重视和照顾这个问题。谢谢大家。左边这个人现在有发言的机会。还有一分钟，我们可以给两个人一个简短的机会发言。好，所以要抓紧时间。我是 Zafar DRC， Congo。我就是想感谢德国的数字章程委员会给我们这个机会。因为这次是第一次议员能参与这种论坛，所以我也希望将来的 IGF 我们就会采取这种模式。所以那个 IGF 的秘书处应该保持这种做法。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议会将来会做什么，我们要带回回国。我希望未来我也可以我也可以把这些数字的主题带回国，又是在我本国就是说服大家建立这样的一个数字委员会。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会员会走同一个路，所以我希望德国就是会在这种数字正常就是要在这个我刚听朱子芳允许我们就是多用几分钟的时间。我叫帕米拉马塞，我是坦桑尼亚的议员的立法委员会的会员。我们听过大家很多就是具体我们的一些主题，还有就是议会之间的对话。我们也喜欢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流。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经常就是进行交流的这些人，他们不一定对数字的主题很了解，所以我希望 IGF 就是拟定一个特殊的一个计划，又发给我们的每个国家的这个议会，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就是 IGF 的作用是什么，的任务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给我们的决策者看，让他们多了解 IGF 的作用。这些建议都很好，但是如果要实现的这些建议，都需要相关的融资。所以今年的主办机构就是多花一笔钱，以便一些对一些以前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实现。所以如果你们就是意愿就是会你们的自己的政府就是就说服大家的就是提供一些资金给我们 IGF 的那些工作，做一些资金的贡献。对话是很重要，交流是很重要，所以一定为了这些观点的主题需要一些相关的投资和投入，我们才能就是提供这个大家享有的服务的。我叫 Christina Lieder， 我要感谢德国政府和德国议会，因为第一次投资就把会员加入，我觉得很好，有来自东亚、埃及和非洲的这么多议员，我想提醒大家。他们觉得是第一次参与 IGF。我想提出要大家有一个网络，就是有国家、青年和地区性的 IGF。这个网络就是联合国秘书处就说，这些组织是中央 IGF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每个议员回国之后，就是付出一些努力，加强他本国的这些组织。你们。可以，所有存在的这些组织在我在网页就提出他们的联络方式，所以你们可以就是回国之后就找他们的那些信息。我就是说刚才发言的人，他就是鼓励我参与这个，说如果没有他，我就不会今天参与这个论坛。所以我也觉得是我们医院和政府的合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的经验。我们两位现在大家好，我是查德的医院，我是他们的那个电信和信交流经过电信媒体的委员会的会员，我也感谢德国议会邀请我能参与今年的 IGF。我也觉得我们的论坛就是刚提出这个倡议的很好，就是要建立一个执行委员会。但是我也表达一些建设性的批评，我们也感到院的阻碍，这是一个我们这点的一个大墙。IGF team 的工作人员都是用英语，
我没有法语任何受到任何法语用法语的文件，也没有很少翻译的那个服务。我们当时在插掉一个这样的一个论坛，有54个国家就是提前人就是参与。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次那个论坛就是会参与柏林 IGF 的那个论坛。因为非洲国家的那个调过也很重要的是，也要说明就是非洲的国家也要用一些新媒体。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那个数字鸿沟是不是已经跳跃的是？我们在 Reneva 已经谈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北方的国家和南方的国家真的是达到同一个发展的那个地步呢？我认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差距，还有很多挑战，所以达到实现整个的全面的包容，不是这么容易，还要面临很多挑战。所以这也不仅是给非洲的国家的做的作业，而且是真的世界，就是这一方面可能要加强努力。我们刚说，就是30%的非洲人才能伤亡的机会，我觉得是，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也是。还有就是攻坚的这个是很多挑战，还没有实现呢全球范围的公平，这个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些国际的战略对付这些问题。当然是我们在非洲在城市里就是有供电，但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小村庄的什么我们就没有。在 Chad 也有恐怖主义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已经需要国际的支持才能对付这些攻击，因为他们会大幅度的是糟害公民的生活。特别是在还没怎么发达的国家，因为时间现在差不多没有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就是一提供午餐的时候，还进行一些多边或双边的交流。现在我就想把我们这个论坛的控制裁掉给我前发言人，好像我觉得柏林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所以我们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可能还有没有完全充分的讨论所有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谢谢各位，我很高兴我们有在这次能在这次机会能超几个小时的时间交流。我只是一个记者，我不是议员，但是听你们的这个讨论使我很感动。这就是我的这个论坛的汇报或者收获。好，谢谢托马斯·施耐德，主持这个论坛。我希望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远程的连接，因为现在是最后一个论坛是Kleinwächter Diao Show，它是那个 Cyber 空间稳定性全球委员会的会员。我们现在要准备给大家介绍和讨论议会的那个报告。我是叫 Kleinwächter Diao Show，我就是要做辅导大家，就是到最后一个论坛，我们要一个很开放的，多方的方式，但是是自下而上的方式。
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议员会议的报道，这不是一种宣言，也不是一个声明，这是一个大概大家注意，就是不是所有人要同意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所以不是一种决议的形式和这种约束力。我们的人家就为什么提出这个倡议？所以我们叫这个报告，就是叫他 Jimmy Schulz 账号。2001年，我还记得 Jimmy 是第一次参与这个会议和我们。但是在这个第一个会议，Jimmy 就可能提出这个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天要在德国就举办一个这样的一个 IGF。这个文件有三个部分，有一些参考文件，有一个天眼，有一个参考文件，最后有一些操作性的阶段。包括刚才提出这个是倡议，就是要继续做一个议员委员会的方式，就继续举办那个 IGF。我们主要的观点是，网络这个概念是一个就是的争议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的关键的词在这里是平衡，我们要达到一种不同看法和意见的平衡，要经济、技术、人权、公司很多利益、摄影经历的很多那些，所以一定要协调和平衡这些不同的利益。好像你们议员都习惯了协调，所以你们应该比较理解，在争议利益的时候、矛盾利益的时候，怎么达到一个调和一个协调的结果。有其他文件和其他的论坛，因为我们不要重新都是发明那个轮子，因为我们就是一定要好几年的这个讨论网络治理的为主，所以网络就是一个广泛的多层的一个体制，所以我们也是。这是在一天的那个效果的基础上，要采取下一些步骤，有一个多边的一个宣政，就是从Rio Janeiro 的2014年的是发布的那个宣声。所以我们也基于联合国的所有192个的成员，而且就是国际法规和人权，就是广泛，不管是在上限和立限也好，都要广泛适用。所以，这次是个很有趣的一块。我们有不同委员会收到的报告，有那个高级别论坛的数字合作的，这是在联合国的一个和有国际劳动协会的一个，就是还有El Salvador 的议员女士刚起。到的那个全球网络空间的稳定性的那个委员会，我们要一个 IPU 那个会议之间联合会，
我们也可以用他们的这个机构，就推动一些进展。他们也提出那个电子政务的电子议会的一个概念，这个也是最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概念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那个可持续目标 SDG 第九个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我们已有的这个框架。如果我们往前看，我们可以看下10年、未来10年，下一个比较关键的的事情是，我们现在目前在讨论一个文件。这是联合国的75周年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可能会具体很多，就是积累很多，就是不同意见。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带回美国的那些国家的这个争论，所以我们也是要一个什么，一个大的会，可能也是会变成一个世界网络峰会。所以，我们到2025年呢，我们也可以，调查这个方面的结果。然后，2030年，我们可以回顾，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程度。第三个阶段呢是有些操作性的那个阶段，所以我们就要慢慢，就是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五个就这些概念，好。谢谢 Wolfgang。尊敬的同事们，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那么就是说，我在这个巴黎那次，我是第三届 IGF。那么，真的是那时候，我真是感觉到今年啊，我真的是属于这个我们这个集团的我们这个大会的一部分了。那么当时是这 Jimmy Schultz，是 IGF 的所有的这些参与都参与了。那么事实上呢，他当时回来之后，给我们讲这个 IGF 大会的情况呀。那么他真的是非常的充满热情，说这个大会真的是特别棒，那个大家都必须。就是参加这些参与，成为这个大会的一部分。那么去年在巴黎，我第一次就是，理解了这个 Jimmy 告诉我的这个内容了。这个 IGF 究竟它的意义是什么？全球的同事们，全球的这个不同领域的代表来到这个大会，也是从这个不同的社会带来了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而且大家共同说到这些网络的事情，相互之间每天都学到新的事情，那而且这整个大会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这么一个大家的互相这个学习的状态啊。那么这位 Schultz 真的是在我们的就是零点日这个新的这个平台啊，结果他是那天就去世了啊。那天我们听到了好多的报告，但是他那天恰好就成了他逝世的日子。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我是第一次见到了 Icon 的代表。和这个 Vincent，他当时呢，就是这个，我们当时在两个会议之间呢，有这个15分钟，那个第一次这个会议之前，大家呢都留在这休息时间，留在那个这个开会的地点，相互之间有了一个直接的交流，真的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随意的，或者说一个即兴的这么一个相互的这种交流了，我们就是吧，后来把这个议员大会我们就是，不称为这个 Jimmy Schultz 的他的这个倡议大会啊，我把这个这，那么我们作为议员来讲，我们希望能够也建立一个国家国际层面的一个相互的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同事也一再的强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图面啊。那么就是说。就像这个把 Jimmy Schultz 的这个精神带到家里去，把这个我们在 IGF 上学到的事情，把他这个带到我们生活中的工作中去。然后呢，我们等到每年在 IGF 的全球的大会上，就是又把重新得到更多的经验带来啊。我们像是说是，我们这次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的网络治理这块，我们希望有这个不同领域的代表者，是的，而。
且我们就 IGF 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国际化氛围的这么一个文化，我觉得要把这文化带到我们的议会去。每一个议会我们都是有自己的文化或者说自己的文化背景，那么我们每个人相互之间交流的方式方法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我们有这个自由的议会，有这个更为自由的议会，有这个在议会上自由发言的权利，有这个更为自由的这种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在这儿说到这个自由网络，这个未来网络这块儿，我们可以就是真的是共同说。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个 Jimmy 啊，那么我和 Jimmy 也是好朋友，那么我们是真的是，以前这个 GIF group 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全球的这种议员都带到一起来，正我们从这儿这个 IGF 在这样一个想法那么像明年可能是这把这个意见讲这个更加加强，明年在波兰开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议员的这种活动更加加强，这个 ITU 的这种活动啊，它可能是被限制，这来就是针对于某一种人的，但是我们这个 IGF 呢，是一个完全是开放的，不同的领域的人来畅所欲言。那么，在有些国家可能是说，不是说每一个议员的成员都是有他自己的这个意见的啊，不是说他这个每一个人议员都有机会来参加国际大会的，它是有一些限制的，那么可能是说这个，他们限制，比如说一个议会只来两个人，或者这两个人呢，他可能要选择相关的人，他是代表了这个最大的这两个政党的，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公开的空间，全球的所有的这个议员，他是这个执政党的这种议员，还是说这个反对党的议员，他都能够来参加 IGF， 参加我们的这个议员交流，来这个共同这个共建未来自由的这个网络的这件事情。我觉得 Jimmy 的这个好想法，就是今天让我们大家所有的人，不同的这个党、不同国家的、不同议会的、不同党派的代表都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工作。那谢谢大家，特别是感谢这个我的同行议员们，那么特别是感谢今年的这个 IGF 大会，当然了，我们也是要感谢我们的这个作为组织者，那么当然了，我自己也是就是说，感谢德国政府花了钱，花了这个精力把这个大会者得以成功的举行，他们也是请我们议员来参加这个大会，这么一个形式也是做了一个很多的这种工作，那么这个Schäuble 先生他是我们的议会的议长，还有这个 Jimmy Schultz 先生他是作为我们这个数字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那么他们是真的是这一次共同进行了这个决策和这个举行大会的这个工作，所以也是感谢德国政府啊，我们的东道主啊，这个今天也是非常棒的一天，如果是 Jimmy 在这儿他一定是很欣慰的，谢谢，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再见喽！啊，明年见。哦，谢谢。那么，所有大家这个这么长时间，这么去参加，今天我们是到这个三点钟是午餐时间，我们把大家呢就是都在一起。到这个三点的时候，我们重新回到会场参加我们的继续的会议，谢谢大家。